小姐抬偏就走了。按照话本里写的，我应该很快就会被某贵公子看上，顶替小姐成为女主人。难道主角另有其人？小玲玲，你这个新娶进门的四夫人挺有趣啊，大婚未必人先死。看来周家联姻是假，借机搞垮我旭林山庄才是真。不过有话快说。哦，不过嘛，她好像不是自愿要嫁进来的。一妹，一兄也舍不得你嫁出去。哥哥，哥哥，妹妹也舍不得你。哥哥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不如婚事取消，我不嫁了。好妹妹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怎么能说这种话呀？是为生狭隘啊。月流营拒绝了这门婚事，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他们兄妹二人的阴谋，想让我放下戒心，然后借机暗害我？这我是这本庄的大夫，快来帮我看看我怎么了。看来昨天的药让他失忆了，也好，看看他还有什么目的。少庄有何事来找本庄的大夫啊？林大夫，四夫人的包裹我给您找着了，并带了。劳烦这位小兄弟了，直接把包裹给我就行。既然四夫人已经嫁入了庄上，衣食住行自然要用最好的。我看这包袱破旧不堪，不如就交给本大夫代为处理了。我在街上买的糖球，不信你。这是我在路过书摊打折的时候买的，刚好打折就买了这么几本书。你说说，这书摊便宜就没好货，这名字太晦气了。哎呀，叶，看你能演多久？我这，快，大夫，我有点头晕。您的病，我会好好瞧的，四夫人。哎呀，好好休息。
看看这个想杀我的女人都写了些什么。义兄说养我14年是该报恩的时候了，他让我给一个陌生男人做妾，还要神不知鬼不觉的杀了他。就凭你？切，当我傻？杀人不犯法，我跟他无怨无仇，为什么杀他？养育之恩也不能这么用啊。所以我把义兄的毒药换成了迷药，不过成亲当天都得饿肚子，所以这几天我要多吃点。我好想吃镇东头的驴肉火烧啊。想不到周汉还是死心不改，想对我林家下手。不过这月流银心底倒还有几分善良，且让我试他一试。情人被逼出家，墙垣深深遇见你，我能逃离这吗？明月楼阁辗转反侧，无心惹人失伤，庭院深幽光，劝不住我的潇洒。层层发泄心情舒畅，竟是与你度过，一人浅笑定，安然不再逃离这呢。竹林影晚霞，侧脸脑海中拂过，言不由衷，我渐渐喜欢上你呢。我想说，想和你一起花前月下，举案齐眉为你而驾，朝思暮想，并肩与你共赏世间繁华，也不怕重聚红颜华发。想和你一起花前月下，举案齐眉为你而驾，起笔作画，想和你赏月世间繁华，也不怕重聚红颜华发。半美情人被逼出家，墙垣深深遇见你，我能逃离这吗？明月楼阁辗转反侧，无心惹人失伤，庭院深幽光，劝不住我的潇洒。层层发泄心情舒畅，竟是与你度过，一人浅笑定，安然不再逃离这呢。竹林影晚霞，侧脸脑海中拂过，言不由衷，我渐渐喜欢上你呢。我想说，想和你一起花前月下，举案齐眉为你而驾，朝思暮想，并肩与你共赏世间繁华，也不怕重聚红颜华发。想和你一起花前月下，举案齐眉为你而驾，起笔作画，想和你赏月世